队不要乱，依序的出发。韩市长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现场的好朋友，我们最期待的1月11号，
全属你，总统全属你，台湾要安全，台湾要安全，人民要有钱，往前移动，快走啊！全部往前移动，慢慢的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向左转，前面向左转，往微笑公园，谢谢，谢谢，快走来，继续。大家慢慢移动你的脚步，不要推挤，往前走之后，请向左转，咱大家就快乐的出跑。
钱了。
陈美雅，鼓山盐城前金星星林雅的陈美雅十号陈美雅送进立法院，好不好？来，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韩国瑜万岁！韩国瑜万岁！国瑜国瑜韩国瑜万岁万岁！韩国瑜陈美雅万岁！陈美雅万岁！美雅美雅陈美雅万岁万岁！陈美雅欢转台湾。转台湾，欢转的总统选韩国瑜啊！台湾人民就赢啦！陈美雅，陈美雅，斗帅！陈美雅，斗帅！美雅美雅，陈美雅，斗帅斗帅陈美雅！各位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的声音不是只有传到台湾，我们要传递给全世界，好不好？Thank you.
刚喝水喝的更不行。
Thank you.
Thank you.
国旗。对。Thank you.
所以他希望大家，我们要一鼓作气，到1月11日赢得胜利，好不好？他今天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数十万的人民站出来，所以我们都当韩国瑜隐形的翅膀。在我画的，一个是一零的，好，九六九三。
高雄乡亲的热情，我们给他们温暖的欢迎。
这个一刻开始，从明年2020年1月10号，如果各位乡亲愿意支持韩国瑜选上总统，愿意支持我们台上9位立法委员，高雄8位，屏东1位，愿意支持所有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我在这里向所有南台湾以及高雄乡亲保证，未来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发展，一定会重视北部，重视南部，南北平衡发展，一起来拿到了带动我们的中国台湾起来吧。治安良好，台湾的外交通行无阻，海峡两岸能够和平繁荣交流，民进党执政的这么优秀，拜托各位乡亲，你们一定要票投蔡英文。如果日子过得这么好，怎么能够不投他呢？如果各位乡亲觉得过去3年半我们台湾充满了苦，充满了闷，我们感觉不到未来有希望，我们看不到台湾下一代年轻朋友有未来，我们感受不到经济繁荣，我们感受不到外交能够突破，各位亲爱的乡亲，请票投韩国瑜好不好？乡亲报告，
我新庙董事长信奉妈子拜妈祖，我要跟大家报告，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我认为人在做，天在看。我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认为我们自己选民投票给我们，我们不认真工作，贪污腐败，没有认真的为选民打拼。等有朝一日我们退休了，到庙里面买几串香蕉，买一点水果，买一点金子去拜一拜，拜托菩萨保佑。我认为菩萨不会保佑，因为人在宫门好休息。你有这个职务，不认真为人民做牛做马去拼斗，当你退休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让天上的神佛来保佑你？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所以在这里向所有的乡亲保证，向所有高雄市民朋友保证，第一，韩国瑜当上总统，我一定建立一套清廉有效率的政府，好不好？如果没有一个清廉政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所有的国家重大发展，不管是国防、外交、经济、法务、交通，充满着贪官污吏，我们国家要怎么进步？我们奉劝全台湾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如果你想赚钱，麻烦你去做生意；如果你想为人民打拼，欢迎你来从事政治，好不好？好。第二，韩国瑜在这里向所有乡亲保证，如果我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一定确立中华民国当前最需要、最需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对不对？第三，韩国瑜向所有高雄乡亲、所有海内外的好朋友保证，如果我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我一定帮政府找出最优质、最清廉、最有头脑、最有干劲的人才，放进每一个适当的部门，让他们全力发挥，为我们人民服务，好不好？第四，我们确立了国家发展目标，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我们找到适当的人才，把适当的人才放到适当的位置，做适当的事情，全台湾全力冲刺。第四点，我跟大家保证，当刽子手出身的人，师徒相传，要砍人的脖子。刽子手出身，看人第一件事情看脖子；修皮鞋出身的，看人第一件事情看他的脚。当一个总统，第一件重要事情放在心里是什么？是一定要苦民所苦，贴近人民，对不对？苦民所苦，贴近人民，苦人多。我心情到这里就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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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各位高雄市民，当我们找到适当的人才，确立了国家的总目标，我们全力冲经济，办好教育，我们关怀弱势，苦民所苦。第五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韩国瑜会带领所有的团队全力来栽培我们下一代台湾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跟全世界来接轨，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翱翔全世界，能够完全不惧怕。我们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台湾年轻人，比我们更强壮、更有竞争力，好不好？
韩国瑜的团队三位副市长，我们叶匡时副市长、李世川副市长、陈雄文副市长都当过部长，他们愿意来高雄一起来打拼，当韩国瑜的副市长。我来讲一句开玩笑的话，起得要比鸡早，做的事情比牛还多，跑得要比马还快，薪水一模一样，做多做少薪水都一样。但是为什么三位副市长整个市府团队要这么认真，要全力的打拼？因为两个字，理念。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念，我们互相讨论交流，我们互相勉励，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今天担任高雄市长，担任高雄市的副市长、各级处长，我们这个时候不认真打拼，将来退休的时候想要做也没有机会。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一定要帮高雄市全力冲刺，请大家帮团队鼓励一下。会选出最优质的行政院长内阁团队，我希望整个团队一样有这样的理念，整个团队一心一意为台湾人民来打拼，整个团队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廉。所以我会立刻成立特征组，特征组专门采办总统、院长、部长、立法委员。没有私心，带领着台湾2300万同胞往前冲刺。现在台湾周边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看得起台湾。我们20-30年前台湾人那种光荣、骄傲、自信，现在已经没有。连泰国，去泰国旅游，台湾人都要出具财力证明。各位乡亲，我们一天都不能浪费。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我们的团队一定会一心一意来打拼。拜托所有乡亲、所有台湾同胞，让我们国民党立法院过半，好不好？拜托台湾民众。拜托台湾同胞，给韩国瑜以及所有国民党立法委员提名的4年，给我们4年的授权，让我们试试看，国民党执政过，国民党摔跤，国民党掌握过权力，但是国民党远离了人民，没有办法苦民所苦，国民党失去政权，今天变成在野党，我们能够检讨，面对问题。如果韩国瑜选上总统，所有台湾同胞愿意给国民党立法委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在立法院过半，得到台湾人民完全的信任、完全的授权，给我们4年的时间，我们全力去打拼，我们在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之下，全力冲刺台湾的经济，造福台湾人民，好吗？所有的海内外的好朋友，2020年1月11号，请你给韩国瑜以及所有国民党立委一个机会，我们绝对会认真的来打拼，
重新创造我们台湾过去的光荣，重新擦亮中华民国的招牌，中华民国万岁！水准，等一下把椅子场外的椅子稍微落一下啊，地上有垃圾的我们务必把它捡干净，拜托所有咱家哥哥的庶民咱家兄弟姊妹，拜托大家配合，新东西嘛真感谢来自全国好用心时代兄弟姊妹再一次跟你说一个多谢，十二万分的感谢，让咱这个热情的温度维持到明年的正月十日，甲海国以上的总统府拜托，谢谢。
咱要注意安全，咱慢慢仔行就好哈。再次甲你说多声，来自远方的朋友，来自全台湾所有家乡的姊妹，再次甲你说一个多声，感谢你，予阮高雄温暖，感谢你支持韩国瑜市长，感谢你认同阮高雄人，祝所有中华民国的兄弟姊妹，再次甲你致谢，再次甲你谢意，报告，谢谢，拜托等下你注意，谢谢。
伤口还好吧？嗯。喂。嗯。OK 啊。调整啦，对啊，都在讲过啊，我的车嘛，到我有在聊天呢。OK， 这个我出去，还出来讲吧，嗯 ，OK。来。帮我们拍照啊！不是啊。这边拍好了。
你看一下，发两张，发两张还是三张吧？好，谢谢。照片。